9月25日，由尼克·鲍威尔执导的电影《绝命逃亡》来到上海举办新闻发布会，主创海登、克里斯滕森、刘亦菲、安志杰等齐齐亮相，为抢占国庆档宣传造势。虽然海登、克里斯滕森的英俊帅气迷倒了在场的一众嘉宾，不过最受瞩目的还是当时我们的神仙姐姐了。不过这女演员为了宣传电影，通常都会穿得比较醒目，像穿个露背的、露胸的，亦或是露个美腿什么的。你这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是怕男主们吃了你不成？而采访中，海登·克里斯滕森对于刘亦菲也是称赞有加，更表示已经被我们的神仙姐姐电到了。Yeah, how can you not? She's great. I've got nothing but nice things to say.海登·克里斯滕森，看来你对咱们的中国姑娘还是十分来电的嘛，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找个中国媳妇儿呢？ Well, my present girlfriend wouldn't be too thrilled about that. But you know, there's no harm in looking, right?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上海报道。搜狐视频娱乐大不同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胖。